曾要会武术当兵，直接警卫连，被司令看中把女儿嫁给他。军区团集了网友，当兵的时候认识了大三的兵哥哥，那时候我是话务员，我值班经常打支线聊天。后来我退伍，他也分配到大西北了，他休假我们才正式缔结了第一面。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就把婚定了，下次见面就是婚礼了。网友，我是通信站的，男女兵在同一个营里面工作，五一新闻会在别的部队都是女兵少，所以很珍贵。在我们通信站男女兵比例基本差不多，所以选女兵谈恋爱也会去挑漂亮的身材好的谈。谈过几个女兵，最后没走到一块去，还是距离太远的原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